还有我们金南路指挥官、曹指挥官、副人，还有我们同学，我们相处在一起不容易啊。我们木球也好，垒球也好，羽毛球也好，乒乓球也好，网球也好，我们要方方面面的来历练我们，有更好的成绩出来。所以我们真心的感谢，我再次代表好朋友来上来。好，好，跟侬。好，谢谢。恭喜哦，恭喜！金门县、澎湖县以及我们莲乡县的各位选手们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议员。这次啊，专程来金门参加我们离岛运动会。首先，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莲乡县对金门县，热诚的邀请跟接待啊，表示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那我想金门镇啊，借助彼此的经验，大家互相努力，建构一个机会。希望我们今年参加，首先我们对这样一个活动的重视，我们也觉得说，离岛是借由这样一个离岛运动会啊，对于这个情感的交流、情感的促进，以及大家对于地方经济，太又来了，又来，我们这次请求高总。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一起为
我们张议长祝寿。大会报告，今天是我们张议长的生日，所以等一下他送每一个人一个惊喜的礼物。赞成赞成。等一下有需要的人站起来，张议长一人亲一下。真的非常成功啊！今天我跟位大会报告啊，今天是我60大寿，这个还不止生日哈。60岁人啊，一甲子人生在这个金门啊过生日，而且两岸三地还有我们台湾来的一些贵宾，澎湖来的一位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真的是我这一生最有荣幸，真的非常感谢金门县啊！我们不管怎么样啊，金门啊，我们跟金门真的是一家亲，以及两岸啊，还有所有台湾来的贵宾。欢迎后面来马祖，我们马祖后面是主办离岛运动会啊。县长跟我，县长一定单选，我议长能不能单选？但是议员一定单选啊！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平安喜乐快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